TVB《溏心风暴三》内地播放达7亿，香港收视却跌到谷底。TVB 台庆剧《溏心风暴三》在内地的网络平台点击观看次数近7亿，但香港的收视却是一跌再跌。昨日下午公布《溏心三》的第三周收视再跌，平均收视只有 21.4。观众人数139万，比第二周平均收视 21.5 稍跌。接近圣诞假期，在外游的影响下，第四周的收视相信也不容易反弹，甚至有看淡《溏心三》的收视会跌至一字头。周一至五的三线剧集中，《楚靖剧爱》《回家之开心速递》平均收视 21.7，比台庆剧《溏心三》还要高。跨世代平均收视 23.1，观众人数150万，是上周最高收视节目了。